每每凝视着小奇迹的身影，我就会思绪万千。这还是那个见到饲养员就会吓得躲起来的小奇迹吗？这还是那个为了一口吃的卖力表演的小奇迹吗？这还是那个跟妈妈一起躲在狭小角落的小奇迹吗？是的，他还是那个小奇迹，但如今的小奇迹已成长为一个活力四射的阳光大男孩。他很享受与奶爸奶妈之间亲密无间的互动，他各种各样的表演只是为了释放自己快乐的心情，没有丝毫的取悦别人。他住在属于他的宽敞别墅里，拥有了自由奔跑的天地。除了安逸的睡眠时光，他的日常便是悠然自得地在大院中品尝鲜嫩的竹笋，然后为远方的粉丝姨姨们献上精彩的表演。每一次亮相都满载着惊喜与欢笑，这一切让我深刻感受到回家真好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。屏幕前的你喜欢小奇迹吗？要是喜欢，请为他点亮这颗爱的红心吧。